aespa 日前宣布了将在7月8号带着迷你专辑 Girls 回归，也在日前先释出了新歌 Illusion 的歌词版，让粉丝们都超期待正式回归的那天。没想到竟然在网上流传出了一段号称是 aespa 的新歌 demo， 如此的消息引起了许多关注和讨论，但也不禁让人充满了怀疑。然而今日 SM 也否认了干音档的真实性，表示干音档并不是 aespa 新专辑的歌曲。在回归前的所有消息都可能只是空穴来风，让我们一起乖乖的等待新歌正式发布的那天吧。